Leslie Cheung of Hong Kong. 77. 77. 香港的張國榮先生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Leslie. I like dreaming. Cause dreaming can make you mine. I like holding you close, touching your skin, even if it's in my mind. 大姐，你唔好忘记啦，当初系你夹硬拆散佢哋个空中小姐嘅。而家你反而话人哋一厢情愿。大姐，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意，在我心，不必再问记着谁。 Crystal Vita 今晚就唔得閒嚟，咁我喺呢度咧，身為一個自己本身唱歌人，我喺呢度恭喜佢。Congratulations, Chris！ <音樂>咁鬼冇膽噶，都癲婆行下就冇鬼膽。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緊咩啊？我哋飲酒。我唔識飲。啊，今日我生日喎，你都唔想話 Happy Birthday to me？80年代咧 ，Monica 張國榮係我哋另外一位勁歌金曲嘅得獎人。 系由 Nobody 作曲，黎彼得作词，黎小田编曲监制，华星唱片公司出品 Leslie。恭喜恭喜，你嘅奖项。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份情。 不羁的风，不羁的风，张国荣。 大泽裕志行作曲，林振强作词，罗迪编曲，黎小田监制，华星唱片公司制作 ，Leslie。多谢晒你哋嘅支持，多谢，我会唱多啲好啲嘅歌，多谢。俾次机会你，我求你俾次机会我啊！你知唔知我为咗你，你先知嘅机会都冇啫，因为你黑社会。 有谁恭维张国荣 Leslie？好啦，2-2打成平手啦！多谢，恭喜你再一次夺标。佢已经走咗啦。 好似，和睦心睡眠，和脑交织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市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阿爸。 振邦，到你出场啦！五军火就出场啦！1987年度。
勁歌金曲金獎歌曲係《無心睡眠》，張國榮，各位，金曲金獎得主張國榮《無心睡眠》，多謝曬李宏飛先生，唔該曬。Leslie， 多謝，恭喜你，多謝曬。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e stories happened.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a measure down to the ground, recovering the lake where we used to swim like children. 无需要太多，只要再三地望向我，请你望向我。犹如重行和回忆，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，沉迷神情乱思，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，你清楚我吗？你懂得我吗？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？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，说爱说天，偏偏讲得太浅。张国荣，张国荣1988年推出大碟有《Virgin Snow》《Hot Summer》，张国荣现场演唱会88，即刻上榜歌有《热辣辣》《爱的凶手》《Hot Summer》，电话四首专业推介亚军歌曲，想你贴身沉默至今。Will you remember me? 若我另有心志，暂别远去，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。无心睡眠，脑胶纸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。也许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存得不暖。有一份亮亮的天留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Are you ready for love？ 知否一生只等这夜？此心太多疯狂放野，若肯交出那些情之火，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。你也令我痴痴醉于你，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，留住眼泪每滴泪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。接受了这个属于他的金像奖啦，那他今次回来会不会复出呢？而他得奖的感受是怎样呢？而我们的主持兼他的影迷马蹄佬啊，还亲身访问了他添。没有我并不会不同，我一生最重要的人是一个女人，我足足在等了她10年，不知道她知不知道。
得奖的是，恭喜张国荣、林夕。谢谢大家。同埋咧，另外一位我觉得喺我生命里面好重要嘅一位好朋友，即系你嘅契仔。喺我最失意嘅时候，经济最差嘅时候，佢可以将佢所有嘅人工，几个月嘅人工借俾我渡过难关。你知我讲紧边个啦？当然就系我个好朋友唐先生啦，系嘛？谁可叫我想念，而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。经被爱麻醉，被寂寞不怕你为了谁涌去眼泪，我的天，我的你都需要我的安慰，需要你我的宝贝。举办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签约仪式，简单的是会场没有什么花巧的布置。你的一家制作公司啊，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人发多少张专辑，也没有规定要发国语或是广东的专辑，他不排除专辑主要是觉得友好。从那天起我不便于前后，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，习惯都扭转了，呼吸都张不开口，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。percent 嘅好人咯，咁我俾一个100% 嘅好人颁呢个奖俾你。多谢晒宝宝珠姐，多谢你话宝贝姐，宝珠姐，宝贝嘅宝珠姐，多谢。我真系好希望演艺界咧多啲。谢谢各位。大雨像赤道重叠，命运注定若离别，世界快将有浩劫，陨石最终碰撞破灭。张国荣 Leslie， 恭喜晒，真系众望所归啊 ！OK， 恭喜你得奖，得奖 Leslie。
奖颁到 Leslie 的手中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开书店的时候，我留低咗八姐，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。当日哥哥后台话喉咙唔舒服，冇接受访问，但上到台嘅时候风采依然，一代巨星再一次踏足舞台，接受万众欢呼。你哋好。